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要来玩我们的小游戏大集合啦。那这次的小游戏呢，它是有奖励可以领取的哦。它总共有四个是跟别人对战的小游戏，以及四个单人的小游戏。对，那这四个对战小游戏呢，哇，这个第一个是什么？星星扑克要第一名十次哦，这真的很硬啊。那第二个，它这个也是哇。投骰游戏要胜利十次啊！哇塞，这个也是很难啊。但是怪物金字塔，你只要进行15次就好，你还不用第一名，这个就哦和蔼多了。这个也是进行翻转黑白，也说是和蔼多。为什么前两个需要第一名呢？我是很纳闷。对，那我也是很想拿第一啊，但是我玩了几场，我真的是连第一都拿不到，真的快气死了。对，那想说就顺便做个记录。对，那我们就看看。究竟玩几场可以拿满十场第一名？退后挡，请放我在前面吧。我技能是没有特别去背啦，所以我不太知道到底什么，都还需要稍微看一下这样子。哎呀，是马欸。哎呀，是羊欸，太舒服了。先走这边，再走一只羊。狗，哇，好，他不会马吧？他不要马，拜托不要。嘿嘿嘿，完美完美。好，我要跑，我要跑，快跑！先看下技能啊，退后的，出拳退后进去100%，跟放在前面，选择对方的一个角色，指定召唤在自己角色前三格的位置，就是。我们在棋盘上的角色可以选择他的角色，然后放了他前三格这样子。我放前三格很可怕哎、欸，他放前三格之后，然后他一个羊，然后一个财宝。哦，他快追过来了，我觉得我先跑。快！哎，分开了 ，nice。哇，可以 OK 哦，很快很快。把目前看下来，完美，赢了几率大吧？猪，走一个。啊，我应该用退后挡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死个马也不错。羊啊，羊三个，然后马。所以啦，三只连在一起。那我先来个退后挡。OK。可以了吧？这个可以了吧？总会赢的吧？我好可怕啊！三只连在一起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多一点多一点，再来四个哦！决胜点在眼前啊！他两只哎呀，没差，他好像会顺过来，他会顺过来，对，他顺过来，所以没差。不要回过，不要哦！我吓死我，哦吓死我！很衰的话，就是他一个回归把我踩回家。对哦，这是露营加持吗？我之前玩了五六七八场，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哎。哎呀，换游戏了，好吧。这个就简简单单速速通过。那之前在玩的时候，真的是我只要在哪里，他就一定踩得到我，很可怕。我在他前两格，他就是狗；我在他前三格就是羊；我在他前五格就是马；前四格就是牛。然后像刚刚一样，我在他后面一格，他就给我踩回归。我说：“吼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有的时候，像因为我刚刚我是蛮有把握，所以我才把他们全部都黏在一起。对，就是拼一下这样子。
如果说我不稳的话，基本上我都是一直一直走。对，我真的一直一直走都可以被踩哦，真的很扯。对，那我不管走哪条路都是被踩，哇、哦，傻眼。对。我觉得我跑第一哦，吼、哦，这个我觉得比较简单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只要进行就好，所以就玩的特别轻松这样子。我不确定，对，也是有几场遇过那种，就是哦，他就是很明显想要速刷，他就是第一排直接放满，然后对。把第一排放满满的，对，就是他一开始就是他就是不会去想要怎么叠，他就是尽可能的同样颜色的就啪啪啪啪摆一起，然后就其他人全部都死光光，就是很快的就结束第一回这样，然后就有一场，反正名次不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有点像是我来示范看看好了，我现在绿选那个孤儿很多嘛，我就对对狂塞。狂塞，塞一塞之后，全部都不我呗，然后就哎、欸、就结束，就很快。对，狂塞，对，那个其他人太多了。对，这个时候如果来个椰子把皮压住，就耶、yeah, 结束。我要让绿水灵出局。
像这个没有人有孤宝贝的话，三眼章鱼也出局了，玩得很快这样子，玩很快，不不不，很快，其实也还好，大家都是试试试。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同颜色全部摆在一起的话，哇，通关一下就结束了。三眼章鱼，来把三眼章鱼排好排满。那个汽油直接给他死掉、啊、好像没有旁边会有爱啊，可惜啊，能摆就很少能摆就非常少，耶、yeah, 结束，哎、欸、这样就快多了，有没有超级快啊，都是汽油，五个汽油，哎嘿、欸欸、五个汽油，嘿、欸、嘿、欸，快塞满了！快点！快点！这场就叠了高了点。哇，好多啊！对啊，就这样。第二场啊，第二场超快。对，就是如果对遇到知道你在干嘛的人，就会跟你一起配合，就开始哎、欸，同颜色塞塞塞塞塞，然后尽量让其他颜色不要出现，然后喂，就结束一回合，很快。来看看看看这场。能不能意识到我的感觉？我要咕咕四个跟那个四个。哎呀，咕咕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这一局的人懂玩，懂玩，懂玩，可以。这一局懂玩，睡哦睡哦，来章鱼拜拜，睡哦睡哦，懂玩懂玩。哦，这是一大堆绿，一大堆孤宝贝，这个这个人超屌，对，拿一大堆孤宝贝，刚刚超快，哎，第一节结束了，哦，舒服。哎，我也来企鹅，我们先把企鹅下，哎，谁啦？酷哦酷哦酷哦，顺利啦，好，要全部是酷美了，懂玩懂玩。所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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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快，超快！很快很快，第三场那个咕噜宝贝乱乱嘞，碧水也来乱嘞，这个没关系，这大概是这样。对，遇到懂玩的人就嘿，啊，我是不太敢去喊说什么速刷什么的啊，对啊，对，我觉得我这样玩也有点就破坏游戏体验，你会觉得说这个到底在干嘛？我一开始遇到，我以为是觉得那个人在干嘛，可是不会玩还是怎样？对，然后后来就发现，哎、欸，原来啊，哎、欸，有人喊了速刷。对，看来刚刚那个也是知道怎么玩，速刷，哎、欸，拜拜拜拜拜。
My turn. My turn. My turn. 哎，放个皮卡丘！哎呀，没有放个皮卡丘，把它搞下去。一大堆三眼章鱼。My turn. 快放完了。Start. My turn. My turn. 绿水跟姑姑跟上。碎碎碎，快点快点啊！碎呀、啊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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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速刷速刷，两层，哎、欸，碎啦！看哦，三眼章鱼，我好平均哦，都三个三个。快把它企鹅压烂，把它绿水灵压烂！哎呀，可惜没有压到，被它逃出来了。啊，没关系，这样也结束了。对啦，速刷速刷，哦，这个就很快，超快，没有超快。哎，换了，反转黑白棋，哎，好快就换了。黑白棋也是可以速刷，只是就要看对方能不能理解啊。这个我就算了，对，反正就对，就当做练习，练习练习，练一下黑白棋这样。怕你被抢。这个人好强哦！啊，我阿爸呀，全部被吃光！哎呀！平手，酷哦，没关系，我们都不用胜利嘛，玩过就好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，平手哎、欸，这几率多低啊！我的老天啊，真的酷啊！我不确定那个人是乱按的还是会玩哦。哇，点好快哦，会哦，是真的会玩的人呢、欸。脚脚被占了，哎，包 game over， 输啦，直接认输，可以可以，这个人蛮厉害的。
哪个奖励？啊啊，落赛，我的锅。这绿绿的到底被绿水超搭。啊，卖啊！这个点居然被他抢到，有点绕赛。能不能掐？不要掐的。先把那个拿走，这边不抢走了，没法动啊。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那么认真，就只是这个游戏。天菜啊，天菜啊！我们是拼一波速刷，你说是吧？被抢了啊！绕赛，绕赛。又被打成智障了，哎。惨了，这个点就还被抢了，真可惜。刚刚应该要先下这个。哇，这个点被拿走了。可惜啊。左半边被他全部干掉了。拼速度，拼速度，拼起来，拼起来！上面都我的，哇！我下这一颗，它整个吃掉，哎，真可怕！
我啊，被抢了，哭啊！没关系，目前算是大局已定，他没办法拿我的牌。你说是吧？最后那一台给你没有关系的。Nice 啊！哦，有点被追回来了，怕。这一个角角很重要，一大牌都他的。无压力，只要尽情就好，无压力。对，那个该死的胜利就很尴尬了啊！等一下应该要换了吧，差不多要换了吧。该来换个木克牌了。哦哦，很凶很凶。哭啊！我怀疑他算到了。太强了吧！太强了吧！这一局感觉比较去世了呢，比较GG了呢。至少先拿这个，还蛮多的，给他拿没关系。我们在中间苟活，这样子上面会被拿走，再拿就算了。哇，居然被拿下来，太神奇了吧，太神了吧！哇，这个被拿没关系，这个小多。还是输了。哎呦，强强强强，猛猛猛猛猛！还在黑白棋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哎呀，刚刚不是一下就换了吗？刚刚金字塔玩明显就是玩比较快啊，然后玩了三场，黑白棋要玩三场。就看这场结束了，会不会换？哇！我想要站，想要站凹处啊！刚刚没有哎，没关系，这边就。暂时不理他，先开罗马下，先抢凹处，先抢凹处，抢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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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有点凶啊，这边不要，先把原点拿下来，这个也会被他影响到。哦，对哦，先拿吧。下面都我的啦，都我的。啊！被他抢了。走走走走。
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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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多偷一点，多偷一点。啊，被他抢走了。哎，注意哦 ，nice 哦 ，nice 哦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菜逼八也能赢。人家换游戏了没？啊，还在黑白棋。啊，六场了哎、欸，我已经玩六场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怎么这么久啊？那到底是多久换一次游戏啊？哎呦，配到他。耶、yeah, ，菜逼八时间。哦耶。GG 了！哦耶，角角！哦耶，角角！啊！那被他黏住了。来了水啊、哦！一直卖。有了，哭啊！哇，是我这场玩的太雷吗？他怎么突然强起来？被他逼到我没地方下哎！就是完全不想下那个点。对哟、哦。Nice， 莫名其妙反转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玩游戏了没？玩 ，Oh yeah， 那最万恶的星星扑克，哎、欸、呀，三个人呢，舒服，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啊，看你要吃五发，哭一下，哭一下。先挡先挡，又发了很多。买个希尔啦，这是我的队友。不是吧？太扯了，挂是不是啊？哦，哪有那么狗屎运的？我吃了一堆牌，我没有攻击牌、欸。可以再公平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啊，两个人 PK 时间，哦，两个人要决胜负才反而才难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刚刚赢的那一个人啊，直接跟他 P 起来，有够刺激的啦！啊，抽牌，啊，抽牌，啊，是是是，这牌怎么那么少？怎么快要过了？不要！
不要攻击！屁嘞！他丢什么啊？伤口哦哦，哭啊！那我没办法啊，我跳个跳过我就没东西丢啦，怪挂啦！最好有这么好拿名字的啦。四个人，哇，六次塔，我先害怕一波。哦，又开始颠破了，有两火吃一下好了啦，要给垃圾牌。哇哇，丢丢那个会不会太浪费了点？哎，他是就不给我攻击牌哎，到底哦。为什么又有人快结束了？我也想要玩游戏，怎么那么快？啊！好，对对对，抽起来，抽起来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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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为什么是我？好屁耶！哦。扯淡哦，都没办法丢哦，丢丢那个那个谁啊，那个三妹哦，哭晕在厕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结束的这么快？快点，不要拖台前，卡紧卡紧，给你一张六，我这真没有攻击牌耶，好可怕哦，我连自卫能力都没有，拜托不要打我，快一点啊，要不然快点要换游戏了啊，怎么撞过我？哦，真的很坏呢，你有看到我牌很多吗？吓死人哦 ！Oh my god！ 不要针对我，拜托！哦吼！哎，有二火！哎，又一个二火！啊，个小鬼啦！爆牌耶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直接离场，出局出局！你牌太多了，双手拿不完。啊，进啊进！快快快 ！Hurry up up！Hurry up up！ 哦，又开始点火了。好你嘎仔，没事。哎屁嘞，跳跃，先存起来。哦，舒服哦。点火。啊！看有没有要点火，有没有要点火？引战引战，点火、哦！
啊，都吃牌哦，没有人要点我，继续点我，点点我，点下去。给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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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，不要再绿色了，谁在把赫莉娜捏着？红二，换个绿色哦，怎么又是绿色哦？绿色最不相出的，叫赫莉娜收走。那、啊、怎么又变回红色了啦？哎呦，红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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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怎么那么快？转个圈好不好？我就烧他。哦屁嘞！哦废！我的牌那么好，为什么？啊！给给给给给！已经不快玩很久了。感觉是最后一场了哎、欸，好像是十分钟换一场游戏是不是啊？如果这场结束就换游戏，那应该是十分钟没错。对，距离刚刚已经过了十分钟。哦，连一场胜利都没拿到，怎么这么难？三攻击，二火。哦，先吃先吃，加一美败。进进进，快点快点快点！那我这边画个叉叉，不知道叉叉干。应该是禁止的意思吧，还没轮到你的意思，应该是哦，因为现在是查的。嗯，啊，应该是不能出的意思啦，就即使到你了，他们这些应该也都是查查。对，先抽牌，不要乱吃，我只有二火，嗯，抽不到火啊。哇，超浪费。世界浪费，你等等看到奥兹，你就哭出来跟你。啊！哎，三火，我好多绿牌啊，好爽啊！为什么他们的牌都越来越少了啦？啊！我抽起来是一张、两张、三张啊，我最多我四张。你呢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用快影当结尾啊？好扯哦！哦，他还绕回去给他出哎、欸，那个一直是想说我要出规则让你抽牌，结果没有，他直接用快影当用不是暗快影，然后讲到语文是用暗夜当结尾。还有星星扑克哎、欸，这是十五分钟换一次吗？哦，好扯哦！为什么第一名这么难？我宁可玩个20-30场，我也不想要拿十场第一名哦！天哪、啊，哦，怎么痛苦啊？为什么别人的牌都这么好，牌跟狗屎一样哦？哦，这次要比较好一点、哎，没有啊，二火而已，其他都垃圾啊！看到那个233，还以为是火，没有，四只牌，哇、哦，这么早就输了，完全没爽到我哎、欸，真是谢了。出血，出血，出血！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！上帝在眷顾我。哎呦，哎呦！太快了吧！杀他，杀他！不是，哦！哎，有那么慢呐？哦，哦。中风，
啊，因为我刚刚不要出加二啦。哦哦。有奥兹哦，我要暗夜哦，不要乱来哦。这场你再不给我低，我也生气哦，我生气气哦。剩四张了啊，剩三张了啊。拜拜拜拜拜，那我拿了啊，四亿啦，四亿啦。耶、yeah! ，终于哦，好，终于啊，好。啊啊啊！第一场胜利，至少玩得算快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太难得了，第一场胜利是吧？看一下，是因为这个吗？不对，耶耶，哎，换游戏了，哎、欸，啊，我们来玩一场，应该15分没错，对，已经过15分了，每15分钟换一款游戏 ，OK。马或猪，角色连在我眼前哟，是哟，好喜欢。呀，哦屁嘞！他在思考，他要踩我还是走那一只？快快快！不要想了，踩就对了。他好像双方时间到哎、欸。马，好扯啊、哦！狗，哎呦，他居然不是走这一只，他应该要走这一只。然后，哎呦，哦哦，这个人想法蛮奇特的。是我，我就一只马，一只那个，我就汇合了。对，除非说他是防范我出马啦，对啊，如果真的换作是我，别人就出马，然后就把我踩回家。羊哎、欸，我不想踩他，对我人很好，其实只是那边路很远而已。踩回家，哎、欸，他没有踩我哎、欸，他人怎么这么好啊？他人怎么这么好？他是仁慈还是不会玩？耶！这就是不逃的下场吗？哇，又是羊！踩羊踩羊，出羊出羊啊，出狗啊，出狗要啦，出狗也可以踩啦，气死我了！狗狗狗狗狗，拜拜！你出回归我会翻，对啊，你出回归我会翻脸。OK， 狗，快逃！哎呀，是羊哎、欸！真棒！哇，是马哎、欸！冲很快、欸，狗回击啊！他会不会走这只啊？不是、欸，我开始怀疑他是真的不会玩还是怎么样，我很怀疑。狗哎、欸！他就是不走哎、欸，哇塞！哦，换我把他踩回家。羊哎、欸，先走这只啦。啊屁嘞！有没有这么会的、啊？哦，他应该刚刚要先闪，先闪再踩，就又可以再闪一次了。你哟，再踩。羊，啊，不，这个走牛，然后这只走羊，你走羊翻脸，我跟你讲，走羊翻脸。哦，你搞仔，给他死人。
羊欸，我先，我不想要三只，好可怕，先走吧。还有一只蓄势待发，很可怕。狗，先走，先走。一二三，三或四，得汇合。哇，是马欸，他是不是两只连在一起欸？欸，不是欸。狗，两步。这个时候就变羊了呢，哎呀，我走这只，一二三四五，原来就来塞个一或五，一就走这边，五就走这边，你别过来，怕，打住啊，好也好了，我走这边，哦，不是吧，哦，他没有踩我哎，快跑哦。快跑！对啦，我怎么跟一个感觉是不会玩的人，然后玩得这么累？羊欸，我踩回家，你太嚣张了，两只终点。狗，放个决胜点了。我以为只要哦，有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一定要走到底。一直先跑，对，等一下啊，先跑。他应该是不可能会再回来的了。回归，你踩不到我，你抓了，耶！这一定是露营神加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这个人不会玩。我不过这个掷骰玩很久，真的玩很久，一场超过五分钟。感觉一轮就只能玩个两三场吧，对啊。100%马力，背后拥抱。我觉得背后拥抱是放在这个玩家的后面的，就是100%出现羊。为什么马力然后出现羊？傻眼。哇！叠啊叠啊！我来给你羊给你看，我你好，啊碎啦！先走牛，再走羊，完美。啊！怎么踩回家了？你是不是要被踩到饱？哦，屁嘞！啊！等下出个猪，他会出个猪，没有，这个猪我就翻脸跟你。哦，好扯哦！哎，换我踩他，踩起来，踩起来。你先跑。互踩大会耶！我踩你，你踩我，踩来踩去，真开心。哦，你不要过来。你不要过来！妈，哦哦哦，吓死人！快跑快跑快跑！
二宝看看啊，不要拽我啊。确认掉，选择对方的角色还是移动。对，没错，就是移动到某角色的后面啊。睡啦，踩踩踩，踩起来。我先踩，猪先走，踩到宝，哎、欸，没得走，没得踩，为什么？猪啊，你不要过来，快跑！羊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换我了哈，舒服。太舒服了，天枪不是？哎，不，早知道我要先把一次放回去。气死人！等一下哦，那算了啦，先走两只，等下出个猪包才回家，出个狗吓死了，不要吓我！羊，羊。快跑快跑快跑！狗狗狗狗狗，完美完美！居然两只连在一起，很勇哦！你很勇吧？心酸哦！乖乖，哇，这个人也很衰，跟我比衰是不是？老屁嘞！他被踩到宝啊！哇，又牛又马！不要，不要！哎呦，是马、欸，好好扯啊！哦，这个是狗、啊！哇哇哦！哦，我才刚说你很衰而已，你马上就一个人品爆发是怎样？哦，好扯啊、哦！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！啊啊！这要怎么赢啊？哦，哦，傻眼嘞！牛牛牛牛牛，狗，加二加四，一二三四不够啊！一二二，一二三四，把波搞啊！不准分手了、啊，哎。啊，没有机会踩到他呢，他等一下甩个猪让我踩，好不好？哦，不扯了，我们走一进一次没意义啊。羊啊，回归，回归，牛，猪，没啥意义啊。真的没啥意义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自己给我动，哎、欸，太快了，哎、欸，不能想一下是不是啊？哦，很扯哎、欸，我当初他的刚刚那个把那两只叫回来换位置，那个真的太扯了啦，好吼吼啊！我想说，天哪、啊，为什么我录影就可以赢没有？直接打脸，谁跟你赢的？嗯，牛货嘛，没办法，强势回家，水啊！你小心一点，
感觉马太凶了吧？太凶了，好很快。快快快快！硬硬硬硬硬！不要拖，不要拖！又是羊，我就赌你不会有羊，也不会有猪啦。哪有那么屌的啦？我送分送很大哎、欸！换我了哈！来个羊，羊羊羊羊羊羊羊，快快点！哦，人家要跑了啦！哎呀，哎呀，是牛，来个哇、哦！哦 ，nice， 终于听我的话了哦。猪，一个，一个算一个。羊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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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，狗狗狗，狗也好。还在沉思啊，他学我，我要来羊羊羊。嗯，屁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完美，耶、yeah ！感受到我的愤怒了哦。一二三四，羊，先让他回家。再走一次，重蹈覆辙。嘿，没有吧？没那么简单呐、啊。狗，完美。两个，四个，先走四个，再一只把踩回家啦，碎啦，这场是我的场了哦，我的了哈、哦。来看一下会不会有四，有四就一起了，结果是马，猪，所以我可以走一个。然后走到马，哎、欸，是哦，一只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强制回家，因为要走这边，你不要给我换位置啊，你换怎么发电呢、啊？你那么衰，要给我抽到换位置、啊，你就走你的，赢了吧，赢了吧，赢了吧！哎呦，有爆！你不要哦，你不要哦，你不要哦，你不要给我猪哦，你猪我生气哦，牛，好好好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很可怕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强制回家滚呐！吓死人！要不要等下把我踩爆？我的皮笑！啊，赢了啦，赢了啦！哦，要拖啦，拖时间，拖台前，拖什么拖啦？快点啊，我很怕。哦，对啦，我快哭出来了。啊，那、今天就先这样子啊。哦，不知不觉也玩了一轮，玩了一个小时了。哦，真的是。哎，今天的战绩我觉得不错。上次自己玩，我真的是一胜都拿不到、欸。哎，这是我们的星星扑克拿了第一名。已经拿了三次了。我上次是自己有拿第一名吧？我有忘记了。对，总之目前是1-3。OK， 那我们总共还有9场跟7场，甚至16场。对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究竟会玩几场吧。那今天先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